台北市歌界表扬进军爱民魔幻大会，是从今天下午5:20起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复厅举行。进军代表严庆明等42人以及爱民代表62人都在会中接受了警总副总司令钱中将以及台北市议会议长林品生所颁发的奖状和奖品。表扬大会以后，他们也参加了进军摸彩，然后接受了台北市各界的欢宴。明天他们将接受全国各地的表扬。